话说女大十一变，越变越好看。随着慢慢长大，穿衣打扮都越来越厉害了。出门前再画个精致的妆容，嘿，你还别说，气质出众，摇身一变就是个万人迷呀。走在路上都得多看两眼。但化妆麻烦，卸妆也很麻烦，睡觉前都是要卸妆的，而有时候太忙也会忘记。国外一美女就遇到过，而且是在洗澡的时候。那么泡澡忘记卸妆怎么办？美女教你一招，简直太好玩。只见美女正在泡泡浴，下班泡个澡别提多舒服了，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脸上还没卸妆，话音刚落直接就滑到了浴缸里面，这也太尴尬了吧。但出来的时候好在妆容没花，原来是防水的化妆品，但还是心有余悸，于是拿来一个充气头枕，拿来双面胶，一端贴在浴缸上，直接躺进去，脖子刚好夹住，非常的舒服，简直太聪明了。约会的时候脸上出油了，赶紧跑进了洗手间，用纸巾吸油，看起来这气质马上就变了。这一招你有学